啊，这就是六重溪。六溪香露古道，哦，这就是咱台湾最有名古道吼，被列为非物质文明。香露古道，二 K 加四百啊，二 K 加四百哦。才有一个停车场，咱停在这开始用行，两 K 四百公尺，两下要往。古早时代。透早就行吼，啊，咱无路，咱即马要来别位啊。行无行袂出名。哎呦，我很恭喜，咱这个原住民爸母做个恭喜，要入来看卖一下。他连接摆的是四幅，六丁溪白波瓜，啊，这是咱心情的所在，所以点点欣赏哈。这就是咱原住民啊祭拜祖先的所在，是安尼公社，搞不好才是真正台湾人的祖先。